The most exclusive opera society in Beijing is hidden in the hutongs. With only three chairs for the audience and one artist, the opera is performed. 我们家这个奎德社就是我爷的名字，于德奎奎德社，从我爷爷那还不是光弹三弦，还得唱，还得表演，就说拉弹唱。你基本都得会点，光一样不行，这都是打小练的，是啊，我今年70岁，打小5岁开始学艺，没个10年8年的上不了台。你这东西就是三天不唱口声，三天不练手声，这你不练它就完了。 这嗓子不唱也就完了。龙龙虎虎。